七到十七啊，讲完之后只剩下十五、十六、十七嘛。对，嗯，那为什么是十七？为什么不是十八？那就是如果有人已经去预定了十五到十七，早就 order 好十五到十七要做民调，那就结束了。啊，这绝对的，国民党先 order 呀。啊，不、啊、不不一定啦，那不不要把朱立伦当坏人啦。这是柯文哲讲的，一讲一心，不可以把病人当坏人。<laughs> 可是。 最近这几天在做的这个民调，嗯，还唔是临时喊民调的嘛？做这好多你嘛，要去基友民调，搞到顶午啊冇空啊，顶午啊讲伊要調这个民调，讲讲几多百，的民调公司都无空，两个查起去。嗯，好，那十七号刚委员讲说，这个民调才会这个十电，十电诡调，这三个教授要解读哎，要解读七到十七号的。嗯，如果只为了十七号这礼拜五晚上做完的那一波，那前面已经有解读完了。嗯。 前面的分数都有了，嗯，那代表柯文哲派去的这位官智宇，就趋势跟这一个求真的，他也知道答案啦、啊，嗯，你中美是讲，哦，到拜个十点刚开始解读好，那解读完之后的答案给谁？答案要给双方诶，嗯，你准备才答案红红起来，搞马英九，啊，马英九当刚都要打开吧，没可能，前几天就会知道，嗯、所以礼拜五晚上一知道，搞不好礼拜六那一场参加。 这个马英九开记者会的，搞不好有的人会没有去，没有去。那我拜我的杂话，说拜他会卡到这阿呆哦。那柯文哲他昨天是不是有埋一个伏笔？他说，可能不晓得这两天会不会有大量的奇奇怪,怪怪的民调，一共在上秘书数，不就是我刚刚讲的嘛？就十五到十七，所有民调公司如果都在做民调，做的题目也都一模一样。嗯、这个。 这就代表上礼拜、上上礼拜有人去订了这个订单，十五到十七要做民调嘛，然后昨天才会跑出十七这个数字嘛。晚间十点，敬请锁定，朕知道了。